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最后的道长。好，旭哥啊，独家分享这个史上最多主人以帮忙，好几十组的隐藏版需要，这个还没开服呢，就直接拿到最强的福利了。只有在旭哥的频道才有这些福利啊。好，那首先像是有这个。暑假节日的福利序号，隐藏版的序号，旭哥帮大家独家找到 GIFT 739，这个是独家找到隐藏版序号。接下来更赞的在这边啊，嘿嘿，帮大家独家找到这个 IVY 520隐藏版的序号，IVY 520。接下来还有很多隐藏版的序号，像是 VIP 55，这个，然后 VIP 666。VIP 777、VIP 888，还有 VIP 999，史上最多礼包嘛。那后面还有这个最神的职业啊，那最快速练功各种最强的，像是神装啊、福利啊、隐藏版的各种最强的攻略，都在这边。还有什么兑换的教学啊？那实际兑换给大家看啊，各种福利，所以大家可以拿到这个最多礼包嘛。像刚刚有那个隐藏版的序号嘛。独家分享，这个真的是旭哥独家找到了，也只有旭哥频道才会在这个还没开服前就可以拿到所有的游戏的礼包码序号，还有各种福利，让大家可以最完美开局、最强的手抽啊、最强的神装啊，通通都拿起来，还有最多礼包码。好，那我们进入游戏攻略，Let's go！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在生存啊、资源诅咒也都还不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想要玩这个前期就玩得很顺的话，这个远程输出的单符算是很棒的一个职业。再来剑钢呢，是近战的这个战士，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存输出也都很棒，尤其是输出这个是最高的。那距离比较差一点，然后其他诅咒资源都还 OK，然后造型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这两个都蛮推的。那最强职业推荐的话，在剑钢还有单斧的话，这两个都可以去做选择。那术法呢，就是比较资源型的角色，你喜欢玩资源型的角色，可以玩这个术法。那它有诅咒啊，这方面都还 OK 啦，比较偏资源诅咒，然后距离输出生存就比较差一点，但是腿很长。这个腿很长，很不错啦，都是靠腿啊，腿还不错。这个看得到内裤吗？它有一个白白的在这边，看一下，还蛮帅的。那单斧就是，女角好像不错，大家比较喜欢哪个女角？单斧、剑钢还是术法？好吧，那这个就是这样子。那它还会有这个时装可以去做选择，像是还有这个时装，还有这个罗曼蒂克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头上还贴一个僵尸，这个很好笑，僵尸家族。哦，还有黑丝呢，这个有黑丝，术法有黑丝，这个，这个好像不错哦，罗曼蒂克这个好像不错。好，那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啦，好像是这个剑钢这个最好看，旭哥好像最喜欢这个罗曼蒂克这个，所以它总共有每个角色总共有三种装扮嘛，就是原本的再加上两个时装这样，就总共有九种装扮。男角也是就是总共有三种装扮这样，原本的再加上两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时装的这个罗曼蒂克最好看，好，那就选这个啦。那最强职业就是推荐上面两个，就是剑钢还有单斧，都是很不错的职业。这样，旭哥手游攻略，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游是不能用的字？那就用攻略好了。为什么他那个油是不能用？会不会太好笑？被禁了、啊。
这游戏也太荒唐了。那前面就是一些剧情，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回味一下那种僵尸手游。哦，有没有被吓到？没有。好。小静，那我们就要出场了。谁来救救我？你要去救他吗，妹子？孽畜，休得上人！大概练到50等之后呢，就会有开启这个好康，在右上角这好康，好康呢，它在这个虚宝兑换呢，就可以输入礼包码，大概50几等呢、啊，就是你稍微玩一下剧情，在右上角的上方这边有一个好康。在出资礼包上旁边有一个好康，好康之后你在左边可以选到虚宝兑换，这边就可以兑换礼包码了。好，那这游戏呢有很多组礼包码，旭哥就全部都分享给大家了，开服到现在的。好，那大写的 TK888。好啊，这个可以下载，然后 TK666。好，那下一组。这个 open 888，好，再来 open 666，好，那下一组就是 MARIKA520，然后就领取成功了，它会一直显示领取成功这样。再来 T， 然后 SUKI， 然后521 TSUKI 521，然后领取成功了，然后20，然后。T， 然后3666，20 T 3666，好，再来20 T， 然后3888，好，那下一组 CBZ 666，大写的 CBZ， 大写 CBZ， 然后666。好，可以。然后再来是 OB 666 ，OB 666，确定这样。那接下来是 GODTONE， 然后666。GODTONE666，领取。再来还有，我实在太多了。DS666，大写的 DS666，然后 DS888，好，那还有 DS。CGA666 DSCGA666，领取。再来 GJERD 然后888 GJERD888，好，那还有这个 LZY， 然后888，还有这个大写的 DSCG， 然后888，非常多。
领取，要把领取成功了，就列六四一下。好，那就是非常多礼包嘛。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信件这边就会看到，画面的左下方有这个信件，就会看到所有的礼包，那这边都可以领取。那刚开始呢，它还有这个事前登录，像事前登录了可以拿到这个288的这个金条，然后坐骑啊，还有这个升级的东西，然后20万也有这些就是宝石、魂力丹，还有这个挂机的这个卡。他这个50万的话，还有这个宠物阿呆、僵尸阿呆，然后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领取。然后还有40万的话，有这个气泡，这个都可以用。30万的话呢，有这个材料宝箱。10万的话就是一样，宝箱再加这个铜钱。那很多专属区吧，那我们就一次把它全部领取吧，非常多。十几组吧，非常多，将近20组。有没有看到非常多东西？那就可以装备，像是宠物啊什么的。他的宠物竟然是僵尸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材料都把它用掉吧，太多东西了。然后在线的奖励也可以领取，很多东西都可以领取。